继续，我们就带你看到周五华剧《我的自由年代》，现在有一个新角色，他的名字叫做李来哦，这很难念。结果谐音呢，跟这个学运的来来哥口头禅“李来”，这发音非常相近，让演员一对戏忍不住就要笑出来。李来，你拨我电话，我做李来。第七集，好可怕，全剧都中。对啊，每天都在来。来，刚刚，来，你讲。来，说不停，对个台词，怎么大伙全都在学他？来，你有个角色叫陈木易演。原来是加入了新演员陈木易，演出角色叫李来。剧组说，其实这名字早在学运前就取好了，但就这么刚好出现了学运来来哥，导致演员们跟他一对戏就忍不住来喊不停。李来，他反正就广东太太嘛，李来，李来。就连平时个性比较硬的李国毅都跟着玩，看来这来风随着华剧新角色登场又要再燃烧。先说我叫张小